欸，我这个以前拢唱国语的呢，头一摆安尼听你唱台语的，哦，你台语嘛唱得真好听。真的吗？谢谢冰冰姐，冰冰姐那么会唱台语歌。哦，无安尼来唱了，鼓励我，多谢。啊，像周子涵，我话讲，周子涵上爱可惜的吼，是咩啊？咱唱片都无好做，啊，无做阁无歌听，大景多了了，无得唱歌，啊，全个人叫你去演戏。啊，你想要演戏演不下，想要。哦，你的嘴唇好笨哦，好讨厌，好笨重哦。对都可以，我们不行哎。像女生比较不太行的，我不行哎。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我也不行哎。是安那，我就不要讲台语，袂练顿啊。啊，即嘛这毋是台语。迄时阵，哦，迄时阵要讲。啊，你毋是台语人吗？我毋是台语人啊。啊，你倒位人？我是江苏，是江江苏，江苏南京。较早大家拢讲外省人，我是外西人呢。外西人，我外西人，我袂晓讲台语。对啊。然后就是有障碍啊，乡土剧开始上来时候，就是都希望我们歌手。可以去转型，很多艺人就是转型，都是歌手，都是歌手，然后去演戏。我的阿东几站几站，对，卖现在非常好啊，卖时阵过去了啊，变演戏，但演戏过了，佮变台语歌起来。台语像张秀清唱一条《车站》，嘿呀，唱个抓袂掉。嘿呀，我学台语的。学台语，学台语，学台语，台语。啊，即摆人伊拄啊，人伊唱阿妈迄条皮，阿妈迄条皮，玻璃的皮，唱了袂歹。哎，我定拢袂记哩，我即阿妈已经，无啦，我阿妈捌哩，但已经无记得啊啦。哎，所以拢无咧注意啥物歌名，所以阿妈迄条皮啊。啊，所以车站看你要去倒一站，我那唱一下。好听。无怪伊唔敢去演台语的啦。安怎讲？因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顺耍，甲大家尬的。亲人，你的亲人，台语你安怎讲？亲人。啊，即马就对，但你像你的亲人，他会把嘴唇亲，不要闭，然后亲人，对，亲人，亲人，亲人来变亲人，亲人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台语其实也不容易，也不容易哈。安娜，哎，安娜，共那像这一段日子，你都是在教会唱歌，哎，唱诗歌比较多，唱诗歌比较多。安娜，你听讲拢在教唱歌，对呀，拢教官夫人个当属地位，哎呦，因为某某北部的。大城市的市长夫人就跟你学唱歌，对啊，他都是一对一的，低调了，而且科技的董娘，董娘还有一届的也有，对。不，哎哎，你讲你拢会教人几列诀窍，因为教唱歌爱加侪人，对哦。但是你讲哈，不是开嗓，而是暖嗓，要怎么暖？不是开嗓，而是暖嗓，要怎么暖？教到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，每个人都会，你就发一个声音来。你怎么又？你在讲补啊鼓啊鼓啊的补啊来？哦，你的嘴唇好笨哦，好讨厌，好笨重哦。我不会，嘴唇好辛苦吗？好灵活。对对对，都可以，我们不行哎。像女生比较不太行的，哎呦，子涵也可以啊。我不行哎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我也不行哎，放松了，嘴唇要放松。我现在重点来了，当你透过这个放松，有了，还是可以练的，可以的。因为我们这样哦，这样还是不小心压到嗓子。当你这样，它是嘴唇很放松的状况，你声音不会压到你的喉咙。好，可以，越来越。我要去唱 KTV 的时候，就开车上的那段路上面，开个三十分钟，就在车上这样。已经暖好了。你开始定了坐捷运哈，可能搞不好本蛋他补。哎，好难翻白眼呐。坐捷运给你补。好笑，来，都我该补的拢补好啊。来，我子胜跟艾美哈过来合唱一条。我刚刚看你们合唱还不错，还蛮搭的。真的吗？谢谢。也在做点好心，在跟你合唱啊，其实他委屈一点了，年纪比较大一点。但是哦，画面没有违和感。对，有。谢谢冰冰姐，我尽量。谢谢。那接下来这样讲，你很伤。不会，因为子生看起来比较操劳。他不操劳，他就是一个小男生。是一波硬，一波硬。
应该，保养的太好了啦。万不过不应该，我认错。阿贝就想，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，也是我的专辑经典歌曲，卖了20万张的专辑。哦哟，这是出席的呀，出席的五爱歌，对对对，出席的五爱歌，对，在他妈妈的精选曲里面，他有胎教了，偶像。